Gina 拍完一年情都玩完了。原来自己能走出这片森林，向住前面曙光继续行。她男友寻日就在微信说，希望未来的日子可以过得比以前更好。两个都要向前走，仲唔系散咗？虽然月头拍文就仲有喺微博烂 sweet 咁，但系其实佢哋嘅分手话早就有迹可寻啦。Gina 六号嗰日喺微博嗰度话，对身边嘅人沟通多啲，明白多啲。第二日去做访问咧，仲自爆同男朋友沟通得唔好，嗌交分房瞓啊！前排母亲节问会唔会快啲请妈咪饮女婿茶咯，佢就话啦，要有啲时间，大家准备好咗，因为系啦。唉，而家睇翻，唔怪得当日有口难言啦。